根据圣训，穆罕默德的道路由一飞行生物驴类型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晚上，并参观了阿克萨清真寺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圣殿。你知道吗？从来就不存在这两个结构在同一时间一起。和阿克萨清真寺，穆罕默德去世多年后建成。